想说，你看，什么事啊？慌慌张张的。你看他，你看他，快说，你自己看吧。哥，你拉东西了。我连东西都带上了。你把我拉下了。你把我拉下了。他还是回来了。我瞒了你这么久，那才是你该有的生活。你去哪我就去哪。回去吧，我该走了。我不会再逼你做事，我也不会再无理取闹，我可不会。好了，我们走。那就这里啊。哇，哥，你什么时候见到的世外桃源呀？你呀，一会儿晴一会儿雨的。为了守住这个秘密，我其实早就想带你走了。那你能不早点告诉我？你看花都枯了。好了，你也饿了吧？去把房间收拾一下，吃完饭我再告诉你。好，耶！53度，我可不敢喝啊！你一会儿看我怎么给你表演，绝对让你喜欢上这味道。撒上黑胡椒，再来点粗盐。锅里下黄油，油了下牛排，好了，放个面。再来炒个配菜，黑胡椒，盐，装盘。再来煎个蛋。哥，你这用什么操作呀？高级感，懂不懂？好了，我再给你整个神仙喝法。来，你尝尝这个，我整点纯的。来，干杯！哥，没想到你这调出来还能这么好喝啊！这纯的更好喝，等你经历多了，你就知道这其中的内涵。有时意气风发，有时柔情绵绵，有时悲伤与痛苦，有时是快意恩仇。哥，这些年你觉得值得吗？现在你觉得后悔吗？不后悔。值得。